出我的专辑。耶、千万记住这场是有卖专辑的哦。对，这场是有卖专辑的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虽然我在台北的巡演我有用过，但是我这一场还是要来这边用一下。再用一次。对，我要问大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那今天这个是专场嘛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我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呢很严重，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答对，不是希望，是一定要答对。这个是有奖征答吗？哦，好啊，有奖征答，对对对，有奖征答，来，我们的有奖征答。那奖品是什么？卖个关子好不好？卖关子吗？对对，所以大家麻烦踊跃举手好吗？后面的这个奖品应该是不错啦，他以雅露来讲，他送的礼物都不错。对对。最好的一个吻就是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吻，这样。老公在这，不要这样。啊，好了，我问一个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，我等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讲出我的中文的族语，对，所以我要问大家，请问我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乐手老师可以吗？我的答案应该是最正确的。你刚才不是还不讲话吗？对啊，刚都没有声音哦。这个时候有奖品的时候才有声音，这样。好了，我们给他，我们要给你机会吗？啊，不要，我知道，我等一下先不要给你机会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会给你机会。对啊。好，我再问一次哦，请问我叫什么名字？只有前面呢。好了，我们第一夫人好了，今天我们第一夫人真的很棒，这样子。来，第一夫人，讲啊，你的答案。对，村长，你的夫人在找你的。哎，亲爱的，哎，用托梦的就对了。好了，你站起来是要回答问题的。回答问题。请问我叫什么名字？雅露。哇哇，有卷舌的部分，很好。来，颁奖乐备起。是专辑一张吗？献文，这应该不用，这样是包含在我的有奖征答吧？吼，好的，好。今天这张专辑叫做《雅雅露》，雅雅露，对，你同名专辑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同名专辑，我这边还有很多呢。就是同名专辑，麻烦请支持我们，就是妇女创业的部分。对，妇女创业的部分，然后。对，这全部都是就是创作母语创作，总共有8首歌。你只要买这张专辑，你就会认识雅雅露。然后我把所有的我的经历、所有的故事都写在这里面。然后很谢谢那个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叫做一样同名专辑《雅雅露》。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。那我很谢谢我的就是音乐当中的爸爸，他其实在生活上也非常的照顾我，所以很谢谢我的苏瓦娜。就是帮我编曲这样子，哇，有18万，你看音乐那个我们的音乐总监就是有不一样，有18万这样子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很谢谢他帮我做这首歌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，然后他达成了我的童话故事的梦想，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成为公主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他其实真的把我当公主这样疼爱，所以谢谢你，好。然后，我也不能忘记我妈妈了。妈妈，我很爱你啊，我的家人们。对呀嘞，我的哎，呀嘞，我妈妈很像我姐，很像我姐姐这样子。然后还有我的，我有看到我的大伯、大二阿伯、二阿姆都来了这样子。所以，雅露，你再继续谢下去，大家会以为已经结束了。哦，是啊，啊，这首我们还是再来最后一首歌。对，这首歌是最后一首歌。对，然后首先我要先教大家唱我专辑里面的一首古调，它其实应该在田花村常常听到，但是我还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呢？
这首歌叫做 D， 等一下中间的鼓调叫做 D 嘛，所以我先叫大家唱，给我一个 key 好不好？华丽哈，好来，我唱一句，你们唱一句哈，好 ，D 嘛，来 ，D 嘛 ，so 阿然 ，D 嘛 ，so， 你也要唱哦，再次来 ，D 嘛 ，D 嘛 ，D 嘛。站起来来，地嘛呀地嘛扫阿然来，地嘛扫阿然，一百分呐、啊，真的很棒。所以三首歌曲《雅雅路》要献给大家。还记得刚才的教学吗？
太快了，真的是太快了。你确定真的可以吗？对，对，就是